生命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有尊严。在将军澳65年的非政府机构尊重生命，回应弱势社群的需要，行多一步推动社福政策，提供多元化健康医疗和社会服务，成为无数感动故事背后的力量。2016年更策动为期10年的触动生命全方位关顾计划，发展基建，优化服务，改变更多人的生命。